出去！大王，之前是我逾越了，请您见谅。不过您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听命行事。又把本王的话当耳旁风使吗？本王让你出去！大王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哎，大王，大王，哎，哎，下来！我不。 下来，我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耳朵？哎，我在里面加了一些驱虫的那个荆芥草，所以你是猫妖，难怪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面色不对。哎，闭嘴呀！你刚才什么都没看到啊？